你看这货嘞，这里上热搜，这里上热搜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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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
此时此刻，我感觉，天哪！天哪！你是干啥的呀？啊？你是干啥的？我是干啥的，跟你没有关系吧？没有关系，那你拍这个是啥意思呢？这个是属于每个中国公民的自由，我有权利拍摄，我有全程录像。嗯，不，你的自由是为了啥呢？我也没限制你，我给你，你随便拍，我跟你没有关系吧？你看他都说我随便拍。对啊，我就所以说跟你说清楚了，你拍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跟你没有关系啊。为什么没跟我？你拍的是我们。为什么跟你有关系呢？你拍的是我们。那你也拍着我呢呀。那当然了，你拍我们不能拍你吗？那我拍的是大是观众。现在因为啥呢？我拍的是大家，我也没光拍你。就像你刚才说人家似的，你反过去说的是所有的人，不是单独说他。那我拍的是大家，我也没有单独拍你，对吧？不一样，你为什么要拍、这个？我觉得一样。你现在可以放一遍吗？我觉得一样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不用嘴硬，我最后可以啊。你要断章取义的情况下啊，不是完整的。我可以追究你法律责任，你知道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这是每个公民的自由的权利。如果我犯法了，你追究我的法律责任，可以啊。如果你犯法了，我也可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，对吧？您的权利你追究我。哎呦，大家听听，这村管说他可以追究我的权利，我没有权利追究他。哎，大家听一下，哎，你是啥呀？你能？哎，大家听了吗？他说我是啥呀？这就是咱们中国共产党出来的党员呀。我的房子从300万降到170万，我断供了，第八个月就被法拍了。看见我家门上贴的条了吧？我这个房子目前已经被法拍了，而且法拍的价格让我难以接受。这个房子是2018年买的，当时
在燕郊买算是站在最高的地方了，最高点。当时就觉得孩子也出生了，然后就想找个房子稳定下来，安定下来，孩子也好上学。我们这个房价买的时候是100平方，花了300万。当时燕郊的房价呢，可以说我们这还是性价比比较高一点，因为离地铁口远，到地铁口 1.7 公里，就是进地铁口的那些房子一般都在3万5，好一点的改善楼盘都在4万朝上，所以说当时买3万1平方的单价感觉还是挺划算的。这个是入户门进来就看到餐厅，然后前面这个就是客厅，然后后面这里就是厨房，厨房放了橱柜、洗碗机，上面就是燃气灶、油烟机。这个柜子说真的我也没怎么用过，从来没有用过，上面什么都没有放。然后你看这个贴纸还没有撕掉，那吊柜的话我嘎嘎心从来没用，然后下面是一个感应灯，手扫一下就亮了，就晚上不用开灯，在这洗个水果啊什么的特别的方便。然后外面呢就是客厅和餐厅。这个房子我们还是挺喜欢的。为什么要卖房呢？原因啊很扎心，就是我们夫妻俩都失业了，然后房价也跌得特别的离谱，从300万降到了170万。就我们燕郊这边的房价呢，基本上现在17000一平的大把。当时就想我房子大不了不要了，银行收走就行了，房子重新还给你，然后反正首付款都已经亏没了。当时抢房非常厉害，我们首付款交了 50%， 掏了150万才抢到房子，然后剩下150万办的房贷，每个月还8000。我老公之前是做 IT 的，一个月有2万，我呢上班一个月也有8000，再加上年终奖什么的，一年40万。但是呢他22年的时候就被裁掉了，然后22年裁掉感觉天都塌了，也是6年的老员工了，然后就被裁掉了。到23年的时候我也失业了，然后22年他失业之后就把房子挂上去了。当时就想着尽快卖掉，当时挂了250万，因为300万买的房子装修花了30万，也就是说330万，所以呢我们当时挂的比较高吧，中介说让我们挂到200万可能容易成交，今年的行情就又往下面走了。然后呢我们本来想着房子还给银行就行了，没想到这个房价一直下滑，而且银行把房子收走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，真的是让我万万没想到。第八个月我们的房子就被收走拍卖了。首先呢就是我跟孩子爸都上了征信的黑名单，也就是以后贷款买车买房肯定是贷款不了的。还有就是我们也不能坐高铁飞机，就限制了高消费。可以说是出门寸步难行啊。然后孩子呢上学我担心会对他上学有一定的影响。这个呢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。事情还远远没有完，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呢被法拍了，中间还有什么律师费、诉讼费、违约金之类的，大概15万左右。而且我们这个房子成交价呢是市场价的基本上七折左右，法拍价比较低，所以说最终我们法拍了120万成交的，119万挂上去，然后只加了1万块钱就成交的。所以说呢也就是我们卖了这个房子还不够还银行的贷款。我们当时贷款150万，现在还了还有130多万的房贷本金，卖120万根本就不够还剩余的房贷，这中间还有10多万的差额，并且我们150万的首付款已经亏没了，再加上我们这些年还的房贷的利息也都不说了，全部都打了水漂，一年的话还9万6，将近10万块钱，然后还了18年到现在6年的时间，就是60万，差不多有将近50万是利息，这也打了水漂。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房回去没法跟父母交差，当时首付款父母还出了一部分，我们这个房子呢卖的完全都是不够还银行的贷款，这个结局真的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
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